小伙伴们早上好，我今天要煮那个啥子啊，是媳妇带。昨天晚上我都想了很久，因为马上过年了嘛啊，我要给你们送祝福来的。说的吃了那个福袋，就是那一年就很有福气，福气多多那种感觉。那个福袋就是用那个胶纸皮包的，看嘛，然后里头有些啥子馅儿啦，就是虾仁、胡萝卜，还有这个豌豆，还有那个玉米，就是这四种，是四种啊，一二三四，它的葫芦寿喜，就是意思。今天看到这个视频的所有小伙伴啊，你们今生今世都会很幸福，这是我送给你们的最真诚的祝福哈，福袋。看我今天是不是像那个啥子啊，18岁的小姑娘？我到时候一挖起来，我就换了个发型。好了，这就是这四些虾仁、玉米，还有胡萝卜、豌豆。现在就还差点葱葱，我去要么那个地头扯一点就可以了。啥子嘛？这儿子了，这儿子。你挑起来，挑起卖呀？啊，怕卖着啊，是不是？卖。哎呀。呀，那个位置那一头倒是有是有，但是少得很。少不好找。你慢点儿。哎，不得。这太阳穿了进去，都跑来挖这儿根。哦吼，断个了。我其实就要这种叶叶，这种长的。回家了，家人。就这种叶叶，等会儿给它开水里面烫软，烫了之后就捞起来捆，就干干留着炒菜吃吧。再把胶纸皮儿给擀一下，这胶纸皮菜板上要刷油，好，刷完一层，然后皮皮高底再刷一层油，让它粘。好，再刷，一直就这么重叠。这种胶纸皮啊，像这样子还可以擀春饼，就是卷菜吃那种，还可以擀那种，就是那种北京烤鸭啊，它那种也是这么擀的，就像这种挨着挨着的擀都是，就是把那个往边边上拉，里头再刷点油，刷了之后把那个放在里头，等会儿就捞来蒸，蒸了之后捞来撕。这个蒸好了，看，你不说这么熟吗？你看没？等会儿马上把它撕开，你看，轻轻的就解开了。我老婆真棒。你看，蒸熟了，蒸透亮，是吧？取小开了，把那些豌豆啊、玉米啊倒下去焯下水，因为这种怕蒸不熟，到时候。熟了，把它捞起来，把水沥干，把那个蒜蓉倒下去，虾仁儿，还有胡萝卜，放在焯水的，给它和转，来块盐巴，再来个蚝油，再舀起来。我要开始包了啊，然后这个皮皮，这个包的话就不要包太多，不然等会儿那个皮皮要烂，稍微包点，这么捏弄的都是。拿一根儿，这个给它捆起。好了，看，这样一个福袋就完成了，好，放在边边上，拿去蒸。哇，这样子把蒸到锅头，再去调个蘸水。哇，安逸！四喜福袋。好长的蘸水，你是第一回吃这个菜。这也是你第一回做这个菜。哦吼，哦吼。不好意思，一年就来。刷点蘸水，怎么样？
我觉得哈，这个菜中看，你说好不好吃啊？主要可以啊。味道一般偏向，没得那种特别好吃的。你看它好像个美食家呀。不，我只以我的胃口来点评。嗯。一般偏向。吃到后头还好吃吧？吃到后头好吃。你好像刚才就跟猪儿吧，猪八戒尝人参果，没尝到味道。嗯，猪八戒，尝人参果。